2019女人我最大赏，美妆界奥斯卡盛世，美妆界的奥斯卡盛世，引领美妆潮流新品，集结美妆界近50位评审。2019女人我最大赏，完美蜕变，超过1000件产品参赛。2019女人我最大赏。名牌经典的单品，就一定要他来介绍了。也没有这样子啦，我是说 Stacy。没有啦，包包要先问你啦。听说哇，你是为了我们节目去买新包包哎？对，因为我知道女人我最大呢，时不时三不五时呢，就会一定要不断的介绍最新的讯息，对，才fashion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观众不断的提升自己嘛，对，所以我当然也要为了我自己想一些名目啊，买一些东西啊。下半年要到了，还是下半年要到了。就是要旅游了，有规划要去度假旅游，所以包包相当的重要。包包你背的好不好，方不方便，轻不轻巧就厉害啦。是，这个呢，我这一次我今年我就没有买像，没有买像以往的那种大包包，那一种很轻便，因为小孩都大了，5岁了，我觉得应该他自己也可以有自己的包包了，所以我就觉得现在应该是我可以过我自己的生活的时候。是这样啊，我以为这是给女儿的，这以后女儿也可以背啊，新背姐。是不是？因为它其实这个包包呢，就是它刚开始出的时候，它是用帆布，对，用环保袋的概念，就设计出来。可是呢，有一次好像是我看到一个报道，他们就是说他们家Hermes 爱用者就是背了那个环保袋出门之后，就受到很多人的瞩目，所以就做了这一个。皮革的，对，那其实它这个弹性，我觉得做皮革也挺好的，因为皮它是有弹性的。当然啦，光皮革它可以多卖一个零，对呀，而且它可以装很多，它可以装很多东西耶，还有各种不同的皮，对，不一样的颜色。像我们喜欢的锅子也可以拿当手套，对，然后像我们喜欢，这衣服我觉得是旧规的。然后这个呢，就是它，我喜欢粉红色，那我女儿也喜欢粉红色，那我就觉得你不浪费钱啊，我背完然后女儿背传下去，老公尤其是老公不懂这个小包包到底在搞什么，男生看不懂，他不懂，然后。这个如果你们是嫌有点过小的话，没有关系，我是还可以有再大一点点的。隔壁那个，对，隔壁这个，隔壁这个呢是，我称它是 hold 到顶。哦，怎么说？它很 hold 到顶。第一个很好搭配，它很好搭配，然后它也不怕像。其实我觉得它怎么样也是一个品牌，但是个提出去有时候也怕会刮到，但是这种东西呢，就是完全都不会。这也是品牌。对啊，它也是品牌，可是我这边材质，如果我们穿的衣服是比较有。比如说像牛仔啦，还是会容易刮到，还有牛仔会染色，那这个不用担心。它使用了那个蓝色、还有黄色、还有白色，还有一些黑色的那个线条去做它的一个设计的一个主轴，我就觉得挺好的。然后你不管穿什么衣服，其实你背上去呢，都很好搭，毫无违和感。所以它真的是 hold 到顶，我懂你的意思。然后它 hold 到顶到这样子也好搭，这样子也好搭，对不对？OK 哦，他手拿也很可爱，变手拿包，你身材好好，哎，这样子也好搭，真的，对，哎，我们这样子也好搭，是不是？新梅姐也好搭，什么都可以搭，很轻，好方便，男生很轻，男生也的袜子是同一个颜色，真是，跟袜子很好搭。好搭，它是线条，它可以把你的身形还拉直。那我跟你换好了。重点它是很，我觉得它价格是属于那种很亲民的价格，是其实大家都想要拥有的话，就是 OK 的。然后这个刚刚以上都是度假，那这个是这个也可以度假，然后这个也可以办公，地方不一样，对，正式场合、正式场合、任何的一个场合，它都可以虏获大家的一个芳心。对，就算你3天没洗头，头很油、很邋遢，带着它就 OK。对，穿得很邋遢，没有打扮。带着这一个就是你的身份证，没真的，说真的呢，是不是？我上礼拜真的2天没洗头，然后我拎它出去的时候，大家对我的眼光还是一样热烈，对，一样热情。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很尊重，他很低调，你看他，不要看他打没有打扮，你看他没有打扮。对，我说你没洗头的时候啦，对，就是没打扮的时候，你只要背一个这个包包，大家就觉得你是三八底。
三八顶，觉得你是有质感的，你懂的，这两个质感的三八顶，这个很新嘛，对啊，这个超新的。老师有这个颜色，我的是酒红色的，对，然后跟蓝色的，这个之前抢到就是几乎要排队了，现在。